章鱼须水煮的啊，蘸调料，调料准备蒜、蒜末，然后葱，然后辣椒面，可以放点小米辣啊，然后热油直接油泼一下。然后再搁一点，酱油啊，醋，再加点蚝油，料少了可以多放一点，这料特别好吃。煮好了啊，直接蘸咱家这个调料，秘制调料啊，这个贼拉好吃，贼拉过瘾。站起来吃，太过瘾了啊！